耳听八方第一组挑战。蛋呢？哇！你们真有节目呀！你可能有可能一起来就中招了，真假的？我觉得周深应该能感觉到风，还有站起来的，有晃吗？这个时候完全听不见，已经靠近那一圈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你们再不动，我跟你说很危险。真假的？骗人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有点晕，好吓人啊！啊，好吓人啊！怎么了？是谁？他不会是我打把他的球打过去了吧？是你。哇！怎么了？三、二、一。有球吗？哇哇哇！哇，你还敢站？哇哇！郭彦斌睡着了。哇哦哇哦，好实在呀、啊、哇，周深吗？周深就是有点轻敌了，周深站起来了，我一滴水都没有浪费，全在我那儿，全部。接下来会再淘汰一位，剩余的两位晋级决赛。还有决赛？哎呀，这个心情太难受了啊，还不如早点砸到，早点下来呢。我给你们开个球。迟早的事了。来来来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朋友们。哇！仨有点武林中人的感觉了，好紧张啊！我们看着都紧张。你知道这球多少次从你的鼻尖擦肩而过吗？他撞了我，但是他没破。决赛，决赛，来来来，决赛！这个决赛可以放弃吗？进入决赛，我听到我都绝望了。第二组成员就位。面积，你戴的太贴了吧？减少碰击的面积，要太高了不容易碰到吗？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害怕。2.5，2.1。我告诉你们，早就开始了。啊，动起来！哇哦！带的低还是有好处的。